你是无洗目睭了啦！上面我无洗目睭，你弄红灯，你才阁要夹斑马线？你讲我弄红灯，无啊！你敢有证据啊？那有需要要调两块监视器？哼！你阁是讲我甲你同款，营业无代志做？你敢知影？我一分钟价值偌济钱啊？煞煞去啊！我无想要甲你入啊！你已经害我有够惨啊！像你这种小人哦，我连你都唔入啊！ 啊！你这只东宫阿兄哦，早都应该退休啊啦。你有我的送平台停权哦，哎嘛是拄啊好。放手啦！你搁敢讲？若不是拄着你这个瘟神，我才袂死去头路，即摆才阁派去。哎，我警告你哦，想我是卖咧去啊动手啊！你是讲是要闹去警察局啊？这个是你的唔对，若是闹去警察局，这个一定是你。 喂，我今麦伫咧罗林水沟，我知，这是吉吉啊，好，拜拜。看起来你今麦无做外送啊，换做快递哦。嘿，外送小哥啊，不如安尼啦，人咧讲啊，冤家宜解不宜结啦，我介绍你一个临时工。 就当作是我赔偿你修理车的钱，加款。哎，你这什么不阿面啊？抬头挺胸，腰杆打直啦，面哦都要较笑的。人是要叫你来遮卖笑容的，不是卖苦瓜啦。我这个人是为着要修理车，做了这个我就无后盖啊。哼，大错去啦！你若是认为讲做工啊人，还是做快递哦较高尚，随在你啦啊！ 啊对吧？拄只白莲鸡母，拢有寄清楚哦。有了。嗯，阿健。啊，来啊来啊来！哎！哎呦！No！Lisa姐姐啊，我来叫一个小鲜肉，好好给你哄待哦。好啊。给你带。 Hello， 小鲜肉。哎呦，来啦！哎呦，你是来叫做点会挑的哦。 杨庆啊，我陪你做伙扭。紧跳啊！冬雨，你若是去啊，咱就无法度搞定 Lisa 姐，而且紫薇嘛就尴尬。来，你们就。Lisa 姐，我心甘为尽。 等下，这是恁的第一次呢，敢唔免饮一杯交杯酒啊？交杯酒，交杯酒，那恁落去，这个红包是你的呀。 哇！一出手就这样高一包，真正就陈子伟赚到呢。哎，交杯酒都要袂啉呢。
你赶紧去！OK，紧倒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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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林静，莫生气，莫生气啊！你们俩，你们俩，你们俩，我来接。你为什么会走去做男公关？趁着万一到底是想啥？是的啦，我最近厝内底，就刚阿你甲小春有固定的工课，我足着急的，我嘛就想要趁钱来减轻厝内底的负担。 我真正唔知影，哪会将你拉拄好的，直接拄到你，你莫生气好不好？所以今仔日若想要拄到我，你就会继续安尼趁钱心。我无要继续做，今仔日带我来是顶界去我拍迄个奥客，伊就会敲电话去外送平台，我会使付钱，安尼以后我就会使继续上网上啊。这是大爷，伊无马上敲电话。 当初时间不够，迄拢是借口。伊若是有生意，就马上敲电话。你顶摆讲，你会甲伊拍起来，嘛是因为伊超工请去你。结果迄种人讲的话，你搁相信哦？伊这个无骗我，伊为先付我一半的薪水，5000块。我走外送走两工，走到满，我也无法度趁到遐尔济。直接，你看。 你家己的钱伫你遐，我你到底在想啥？头一天上班就给咱用钱，钱伫你裤头，拄只遐个你啥？一个阿包提出，你规目睭就黏起去啊！连招牌酒拢愿意啉吗？敢讲为着趁钱，你连自尊拢会当打伫个涂骹？我本来就只是一个外送员。 青青菜菜一个奥客，就会使互我停款啊！我早就捡到伫个涂骹。对，我要亲像你甲左岸伫共款，恁会使穿西装，恁会使坐好车，恁会使随着人化恁经理化副总。啊，我咧，我毋知影我爱扣人尊重爱等到啥物时阵。我拄则咧甲你讲啥？ 你讲为安迪副总遐要创啥？伫咧做安迪出现之前，你从来毋捌对我讲话大细声，你嘛毋捌对我讲话遮尔无耐心。为什么鸡头壳拢是做安迪啊？你到底是跟我做伙，还是跟伊做伙？伊有钱有势，伊有时间，伊会使用尽任何的方式得到你的心，伊会使替你加薪，伊会使替你升职。 佮会使买名牌给你，带你去高级的餐厅，啊我嘞，我就敢若只是一个外送员，我敢若会使几十块、几十块、几十块咧赚。今麦向阳出现一个遮尔好个查甫，我真正足惊，我真正足惊会失去你。你到底爱我安怎，让你才甘愿？敢讲真正爱我，甲我的心挖出来，来证明讲我心肝内只有你一个。 你才袂一直自卑，一直去甲人比心。我可就算我真正呕出来，你敢看会清楚？我平常时压力已经足大，我需要的是一个会当相信我另外一半，会当互我支持，互我安心。是规工安尼交流不安，一直爱我家己安踏，互伊承诺。 你心内若是有一个黑洞，安尼毋管安怎做，拢甜袂满。当然是你咯，我会改，我一定会改。你若是会改，你就袂残存一万的想袂开啊！我就忝的，我真正无法度去忍受。 我想要继续安尼过日子。冬雨，是你啦，我毋是你迄个意思，你莫误会。我误会啥？
自头到尾拢是你无相信、质疑我。我若真正要分手，还是和你拼。冬雨，我即马都伫恁家，咱是不是要继续做伙？嘛，毋干那是咱两人的代志。咱即马就等伊出来，伫阿姨还佮小川面头前，甲话讲个清楚。陈志伟，你搞做伙做男公关，我你是起笑哦？陈志伟。你到底是在创啥哩？冬雨是嘞啦，我想我紫薇一定是因为这段时间无头路，才会一时糊涂的。伊以后袂阁安尼啊啦！你看，你紧去甲冬雨回信，讲你以后袂阁安尼做，紧去。冬雨是嘞啦，我袂可以做男公关啊。我想起，敢干那这件代志？啊，刚刚有别项代志。紫薇伊无相信我，规家替安迪副总做假上帝，卡袂着着认为家己比袂过别人。我为着要考虑伊的心情，逐句话我讲出嘴真情，拢爱想三遍，连一句讲算笑话，伊拢会当想歪去。我真正足忝的。冬雨，你别个强要袂喘气啊！你安尼疑神疑鬼，就算搁较坚定的感情，卖互你不甲感情拢无去。你怪囡仔冬雨回失嘞啦！你跟我分手啊？啊？冬雨，我哥有讲的敢是真的？你别跟我哥分手！我袂做紫薇女朋友啊！我刚袂当嫁予你好心，紫薇，我无想要做你的女朋友啊，我要做你的某，我要跟你结婚。你要嫁予紫薇？紫薇，我不爱你，搁疑神疑鬼啊！我想要遇见一个单纯、快乐、敢那爱我一个人迄个陈紫薇回来。你愿意娶我无？你看啦，你安尼对台东有人，搁要嫁予你，搁坐地下创啊，紧起来啦！冬雨，失恋了，我我什么我？紧讲我愿意啊！对哦，我愿意，我愿意做李冬雨的红仔。李冬雨，你敢愿意做陈志伟的家后？我愿意，我当然愿意。听讲你牵挂孤单的囝，找无未来的希望，可比电影。爱若讲出嘴，用什么来换？听讲你苦我，过定心痛。以后莫再误会。林刚都去攻击。明知路好险，袂堪过苦境。